票由李正国议员投出。邱丽丽一票由李文俊议员投出。邱丽丽一票。邱丽丽一票由张世贤议员投出。邱丽丽一票。我你的代志也足济啦，你。来甲，我阁予你看一下读句啊。陈义珍议员咧，甲你讲，阮的选区内底，大家关心的大菜市，大菜市你有关心无，市长？真关心，真关心嘛。但是，你的局长讲讲，啊，市长都无要阁投钱入去啊，恁阁大家当下咧舞，你甲想看，这款局长你还阁咧用？嘿，乌狗偷食，你白狗都爱担罪呢？来。甲放一个录音大号听话，市长你注意听啊。好，三分钟。那你现在与其要去跟中央要这笔钱，你不如想办法跟中央要一个范围比较大的，你到处都可以做、哦。我们，你把 credit 全部作为西市场，其他的你会弄死你自己哦。那有风吗？报局长，我们有第二个方案，就是把它放在小北。不，我的意思说，你的方案里面不见得只放单一市场，你可以用一个所谓的市场风貌改善，但是可以找五六个市场或干嘛去做处理。豆兵走你不要用一个市场然后要多少钱为概念，就像城乡风貌一样啊。城乡风貌里面有个灯光计划，请问他只会做一座桥吗？他做六座桥啊。对，台南的运河那也就是用城乡风貌的钱，林清龙当年用城乡风貌的钱去做灯光改善计划，那时候营建署给钱的时候是按照那个灯光改善计划，然后连续去做了五条桥嘛。对。那你同样的概念，你现在倒回来说啊，我用一个市场去包其他的，你应该是说我要做一个什么的市场风貌改善计划，那可能包含哪些？那、啊、这样才会包好几块、啊。报告局长，这个部分啊，二十号或二十四号那个。对了，郭主任会来啊。跟他谈一下，跟他。对对对，你先跟他沟通一下吧，好不好？好、哦，赶快跟他沟通一下。谢谢。不要把钱全部塞在西市场，我跟你讲真的，西市场你自己搞不定嘛。刚刚你们郭主任在跟我讲什么？怎么办？他、啊、那个你那边3000多万，现在钱花不掉，然后因为那个有异议，啊，我就跟要生巧，我说你自己看着办啊，你不是下了决定状吗？他说不是我有意见，啊，你现在这笔钱再下去，你还是花不掉啊。你前面的钱已经花不完，你说你后面拿到钱，你花得掉吗？那个3200万那个部分、哦、是北一栋、东一栋古迹区里面的摊位改造，就是装潢的部分。那它这个、哦、是有点像三峡老街或是什么某某老街，那要我们可以做的就是整个链围，比如说周边的街廓，还有地板、人行步道砖，还有电线杆，所有的。我要讲的一个问题是你拿到那么多资源，全部扎在一个市场，你能拿多少票？啊好。这我唔知，今时你搞大，而且市场听偌济啦。我只曾经本五十个市场啦，即市场我赚50票啦，我能提偌济票？啊，即市场你去讨偌济票啦？啊，听有无？啊，你我搁选举，你唔知我咧讲啥？我问你啦，你这场我搁赚5000万落去啦？你偌济钱啦？你偌济票会假啦？你讲我听啦？啊，偌济啦？不是啊。啊！你五千万搭咧海内，对你有较欢喜就对啊，咩？我们来再找其他的，再加。无啦，我甲你敢问的啦，我即马够你5000万啦，你有要加偌侪票出来给我啦？几票啦？没办法再加啦，我们现在。啊，我开5000万，你甲我讲无半票，还是你创啥？对啊。来下一个。市长。你的台南市政建设是怎样？要有选票来换，才要做建设的对。高议员，是不是让我说明一下，这前后是有问题的？啊、我说明一下，前面5890万，中央已经同意给，但是外面的街道部分，我们希望跟中央再争取。你今麦是咧紧张啥啦？哎谁？玉州，我们只是说明一下而已。你有听无？就是讲大菜市无要搁落钱了啊，但是这是录音的部分哦。
首先是讲啊，若讲市长就无要搁甲经费落伫遐哦，哦，恁就是爱安尼，5000万做伫大菜市要通啊，所以伊的专长就是安那，公文抽扭起来，到最后，最后无法度啊，较处理，或是你被逼无法度，哦，所以伊讲啊呐。那5000万分做10个市场，一个500万，一个市场就当换到50票。这条跟你有关的哦，是你交代伊安尼讲，甲建设去换选票，行情无中立，这就相当严重了。我嘛无用阮这个代志啦。你无用阮这个代志了，对。所以你即马来讲，你无交代。建设爱做了好，百姓自然认同，唔是讲建设去换选票。哦，所以你认为伊安尼是唔是行政中立？诶，问题，你看爱听传播伊诶用意是讲安怎啊？但是听头仔听你放迄段吼，我是感觉讲爱有思考诶空间啦。有思考诶空间，你搁咧叹号伊就对，你就是无够魄力嘛。哦，诶啦，我做市长，我甲你讲啦，我著甲停职，等开调查。啊，这两条尔呢，伊会使停职未啦？你若无处理啦，我甲你讲，啊，迄调查，我咧甲问安吼。我是爱三思四考呢，我足惊呐！这尤其阿伯，尤其阿伯，唔是冤枉好人啦，好人哪会防冤枉？好人就是好人嘛，是歹人抓袂出来，好人救救，所以歹人才会上手啦。国民党市长的提名的候选人呐，巴拉巴拉讲了很多，其实你有没有认为他项羽舞剑？意在沛公啊，请议员明示。明示，一本武侠小说内底经典，伊拢无讲，干那讲大概，干那讲章节，没有讲到经典。大概在讲七股工业区，都没有讲到经，都没有讲到重，没有深入的去写。伊干那一直讲，啊，你市长安怎？你市长安怎？你记迄落，迄落警察局长。再一分钟，好，再一分钟。谢谢主席。安尼是毋是跟政治的对立有关系啊？我感觉伊伫甲民进党政府破产呢。这毋是政治对立是啥物？因为伊拢无要讲细节，内底有人抄书，有人创啥，伊拢无讲。